早晨先去超市，买一些中午和晚上的食材。今这一段时间啊，天气就是要不就下雨，要不就是多云，有偶尔会有一些阳光。现在来到超市，平时这边呢，这个区域留学生住的特别多。从这边坐 tram 轻轨可以到市中心，其中一个我的老乡，他就住在这附近。一般早上啊，人不是太多。结完账呢，再去一趟大学。这边一般我们住的留学生也很多，尤其是住宿的，就是这个学生宿舍的学生，申请奖学金的学生，包括这个博士生比较多。这个整个区域都是大学的各个科系，也包括秘书处。今年正好呢，赶上了这个毕业。一般这边意大利的毕业呢，都是这个亲属朋友一起参加庆祝。隔这边就是大学秘书处。现在还要回去忘了一件事情，要打印一下这个一些文件。都是上学的学生们。